大腰带，没人要，我要。就硬是不上学者，好，下回我上学者。哎呀，关键不是有个杰西二了吗？上个间接人。你说的有点道理，兄弟，吸取你的教训，下一回我们上学者，好吧？这不得学习吗？别生气了啊，摸摸毛，气不着，给你一个小嘴巴子。引线在燃烧，有宝贝狙来要灭了。哎呀，鱿鱼被拿，我靠！这个没问题。鱿鱼没拿，星界赐福吧。那个剪脚啊，如果我不玩保镖狙的话，会影响我，嗯，会影响我，还不如这个吸血，来个吸血挺好。平衡终于一切。给啥呀？我要灭。拿鱿鱼就三赏金了，也没有啊，两赏金呢。我那是统治地位，没有用。完了，剩一身血。我刚才为啥没上落手，上了个小炮呢？不应该呀。猴哥是要上大师的，赏金容错不够，怎么不够啊？哎呀，我这无所谓，兄弟，大师早晚都有。以作纪念，能玩就玩呗，能玩什么就玩什么呗，这大师早晚都有，没关系。我主要跟你们直播。要让我的锤子陷入疯狂。被迷住了，我可以肯定。
输定了，完了。巨魔太狠了，咋整？这把不行就走狙吧。这把就不卡杀了，你们觉得呢？不行啊，不让玩儿啊，这狙啊，我只能没有大剑，没有拳套，全给我抢了。到第一到第二，一个拳套一个攻速，然后到第三一个大剑，这三个人把那三个装备给我包了。我现在只能拿大腰带，名流在哪儿吧？可以的位置，落手生疑。黄图给上，刃子撇了三个一个。我现在需要一个妖德尔人，比如说小炮，亮皮应该也没啥用，打不过。给个蚂蚱，这个没问题。有乐子了。你打联盟为什么显卡不转？这你问我没用，我也不是装机的，你问我有什么用？你要问我洛克萨斯之手抠为什么中不中，那还行。你问我洛手抠转不转，那我能回答你。你问我显卡转不转，我哪知道啊？全力挥锤！哎，扔了吧。我就是觉得杯子是半空的。开始连胜啦，兄弟们！这个狂徒只要有就可以连胜。你要去哪儿？被迷住了，我可以肯定。哎呦我操！我这不要都不好意思了，我发现。帝国高于一切。
这女枪硬来呀！哥们儿挺有意思，倒数第一，赏金几级？五级吧，五级六级，五级好像还是，啊，五级，五级50块钱，然后倒数第一赏金还没连麦，在哪儿行动？如此矮小，哎呀，哎呀。如此矮小，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我，一还是二啊？所受治疗护盾提高35%，给两个假人，给两个假人吧，假人防一手勾还能，这个就可以放前面了。我就是觉得杯子是半空的。挺好，就这么放吧。哇，二星宝石。洛克萨斯之手太幼了，老幼了。大棒锁子甲来一个。哎呦我操，全是攻速。我要锁着甲，我不要那攻速。哇！马尔扎哈乘以二。什么？这个没问题。这把经济不太好啊。为什么经济不太好呢？是因为3块钱的卡太多了吗？放前面吧，不放了。我看有一家有刺客，然后有一家有机器人，机器人勾左边，刺客往右边跳，就不下了。这人一开始就赢我一波，不能又让他给赢了吧？啊，赢一波算了，我觉得赢一波咱就得了，别整的没完没了，一整赢两波，这是不是？赢一波就得了。
一开始就给我扔一轮，个臭地！装起来了，那必须得装啊！那场上有人冒火吗？没有啊，这就我冒火了，肯定得装一手啊，不装白不装。别给铲子 ，OK。妖德尔人，这个可以和鬼叔，然后冰心村哥，卡萨得要个村哥呀，没有大剑不行啊，得要大剑呢。打完这波开，必有发明家或者是名流，是吗？在哪儿行动？我想要个圣盾，我发明家名流没用啊。啊，我想要个圣盾哎，我要发明家要名流都没用啊。没有圣盾外不给，对呀、啊，所以说我一会儿上圣盾，我在那啥吗？我在开吗？哇，这小子七人口梭哈有点狠呐、啊。灭火了，灭火也没办法，灭火就灭火吧，毕竟我们这个时间点也是有点弟弟了。你看呀，这刺客给我拉了吧，给我小刀拉屁股了吧，哎操，早知道我就不换位置了。要大剑，要大剑，要大剑，要大剑。大剑拿全套吧，在哪儿行动？上个机器人，这不就能开出来圣盾了吗？是不是？
这轮打完下轮开行不？没激活羁绊呢，这不上盾吗？哥呀，你们慢慢悠悠拉到八不行吗？你这干哈？谁都整的这么狠呢？给我干上四十来的去，这轮可能第四名了，兄弟，经济不行，这把可能是第四了。行动，二进制还可以，二进制。锐利的剑，锐利的眼。四保镖先上了，这可以下。下了。你什么时候开杀？按了一轮，碎他们，跟着我的声音。唱响悲惨吧，一起唱呀！我们出发吧。最好是给点钱，有点卡钱了。这个拉克斯没什么用。OK， 大剑 ，nice。只要我一上手，节奏就不会跑掉。现在我们可以狼吞虎咽了。照亮前途。他们也是。但你们有我，我可以改变这个世界。没有容错率嘞，没有容错率了。
为什么是两名流啊？我们打赢了。两名流下个啥呀？飓风永存，最好的防守是我会粉碎他们。机器人真是情有独钟。那行，那我不要了，还不行吗？人口我觉得我们是拉不上去了，兄弟们，你们觉得呢？我感觉这人口是拉不上去了。快点递吧，看看能不能递出来啥玩意儿了。哼，白花钱呢，我操你妹呀！别死别死，给我留点血。你们快快点死，那一滴血两滴血的别墨迹。操了，真他妈能死。一二三我们三个人。哎，真他妈能死。下轮我估计可能得碰到刺客。
换什么猫？是不是有毛病？还要换猫？你这真有精神病啊！能有个二进制就不错了，还要换猫？他这是啥呀？不好意思，卡莎就是这么猛。混个第四行不？混一把行不行？能混一个不？人家二星卡杀了，我呢？我死了，我打不过他。哎呀，他的卡杀把我的卡杀给杀了。进。别死太惨就行。完了，第五名，操！这俩一个一滴血，一个三滴血。那个人比我少了一滴血，行吧？你再给我少一滴呀，少两滴，是不是就加十分？给我剩一分，行吧？行吧，行吧。